第三句他说的好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呢？世尊在华严经上讲的一句话，明白交代出来了。他说：“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”这就是本自具足的。啊，如来是讲自信。 大乘教里面，你看讲佛讲如来，啊，十大愿望里离境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啊，讲佛是从相上讲的，讲如来是从性上讲的，不一样的地方在此地。啊，相是假的，性是真的，啊，这是这两个名词不同的地方。那说。 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就是你自信啊！你自信里头有智慧，圆满的智慧啊！这是这是自信的本具的，这不是学来的啊！圆满的智慧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啊！这是一般宗教赞叹上帝的话，赞叹神的话，上帝跟神未必有。 啊，自信是真有啊？为什么我们晓得上帝跟神也是六道众生呢？天道啊，那他也没出六道啊，也没出三界啊，他还是迷而不觉，福报比咱们大啊，智慧比我们多一点，也不是究竟圆满的啊，自信本具的智慧才是圆满的。 啊，那这是这在隐的时候，佛家叫隐现。啊，隐是什么？比如我们现在这荧光幕，我们把这个按钮把它关起来了，啊，画面上什么都没有了。好奇的自情，本自具足，你不能说它没有。啊，你打开频道它就现起，打开频道是什么？能生万法。 他就现钱，所以不现钱的时候不能说它是无；现钱的时候，不能说它是有。啊，这个望境还原观上讲的很清楚，你不能说它有。啊，这个这是事实真相啊，我们都搞清楚啊。啊，他第四句讲的是何其自信。 本无动摇，啊，如如不动啊，啊，这个是修行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枢纽。你修什么啊？佛家常讲八万四千法门，修什么？告诉诸位，通通修的禅定。啊，叫三昧。啊，三昧是梵语。 三翻作正，没翻作定，正定啊。所以正定，你的心本来是定的。为什么现在心这么乱？这个乱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真心本定，从来没有动摇过。啊，这是。 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，啊，这五句话说出来之后，五祖就行了，一波就传给他了，传给他了，叫他赶快走，啊，找个地方去避难，啊，避什么难？要知道古今中外呀、啊，这个嫉妒障碍在所不免。 哎，你说忍和尚的道场，神秀大师在那住多少年了？是他徒弟当中，啊，大家最敬仰的一个，啊，每一个人都认为五祖传法肯定传给神秀吧？啊，怎么会无缘无故传给别人呢？这个人又素来又不认识，啊，又不认识字，你看到八黄梅八个月，啊，干什么？ 柴房里面去破柴、冲米，啊，他在他在黄梅八个月，禅堂没去过，讲堂也没去过，一天经没听过，啊，怎么五祖就把衣钵传给他？谁服啊？没人服啊，那、啊、肯定要找他麻烦，把衣钵抢回来。 这是小事，这大事可能还把他命害了，所以叫他赶快走。啊，一波老的赶快就走，躲在猎人队里十五年了，十五年大家把这个事情慢慢淡忘了，哎、他出来了，啊，出来碰到印宗法师，印宗了不起呀，啊，印宗的是岭南。 是我们今天讲的广东，啊这一带，啊成为那个时候成为岭南，啊第一个高僧，讲经说法，啊他讲经道场就是现在广州的这个广州都个叫什么庙啊？ 啊，叫风动翻动的。本焕老和尚做过主持，广东，我一下子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啊，啊、哦，光孝寺，对，光孝寺，嗯，就那个地方，在那地方讲《解盘金。啊，六祖离开猎人队。 到广广东就是遇到这么个道场，在听见啊，坐在后面，啊，听到两个出家人在辩论，一个人说外面挂的翻动，你看翻着动，一个说不是翻动，风动，两个人争论不休，他在当中插一句，啊，就是人人者非常谦虚，非常客气，人者是菩萨的称呼。 最尊敬的称呼，啊，他这仁者，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，他仁者心动。啊，这一听的时候，大家都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尹宗讲完经下了台，啊，跟他见面，一问他那个对打的，我们现在全是残疾。 所以，印印宗法师就讲，听说黄梅传法之后，给这个呃这个行者啊，这是称这个能大师，他说，莫非就是你吧？慧能大师就承认了，啊，那就请求把衣钵拿出来展开，我们看看，啊，那衣钵是真明。 啊，这认认定了。啊，这个印宗法师在经教里还有一些问题向他请教，都给他解释啊，以后印宗给他剃度出家，啊，所以印宗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剃度师。可是剃度之后呢，印宗法师拜他做老师。 这不是普通人的、啊，这是佛菩萨实现的、啊。就哪有这么大的度量啊？岭南一代高僧马上拜他做老师，那南大师水转船高,船高啊，他一下就被他抬举起来了。否则的话，慧能大师要做到拿到提到这么深的这个这个、这个、这个位次上的是吧？ 至少得十年二十年，啊，点一下就提起来了，啊，所以印宗，我觉得是菩萨实现，这两个人在唱双簧，唱给我们看的，<laughs> 啊，哪里是凡人呢？